道欢乐道美食道，天天饮食精选七种秘密武器，让您五一期间亲自下厨房体验劳动的快乐。家常的牛肉兔肉有哪些新做法？珍贵的鳕鱼银鱼烹饪有何秘籍？怎样巧做鲜虾黄鳝西洋菜？天天饮食特别节目5月1日至7日中央一套16:02，敬请期待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天天饮食又和大家见面了，我是董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文一，欢迎您的准时收看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菜主题是香椿，我们这个菜名叫做锅烧香椿银鱼。哎，说起香椿啊，那小嘴有话要说，我们听听他怎么说。嗯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那小嘴。过去啊，这老北京满族贵族吃香椿的时候，必须得吃那紫香椿，绿香椿不能吃，紫香椿它香啊。小芽一发出，拿鸡蛋壳给它打小眼套住那苗，长成之后连根切断，用高粱纸或是宣纸一封口，冬天吃，怎么样？讲究吧？讲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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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究。营养价值这您说了，哎，这个香椿的营养价值非常好。嗯，它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它维生素含量也多，是矿物质含量多，而且它非常均匀，它含量非常均匀，特别适合于人体。是，但是做法您觉得？今儿这期董浩，我觉得他们够敢挑战的。哟，是一难题，哎，是个难题，看 看他们的。哎，这个难题我们也能解决。不是难题，我们还不做呢。就是。我们先介绍一下主料，有香椿，嗯，鸡蛋、银鱼，这是切好的豆腐丝儿，嗯，葱姜蒜末。调料呢有盐、糖、酱油、香油、辣酱、料酒、白芝麻和一些水淀粉。那我们第一步呢，先把这个香椿处理一下。哎，处理一下。您呢，往锅里面倒一些开水。好，点火。我们要把这个香椿呢焯烫一下，因为据说这个香椿当中每千克呀，它含有30毫克以上的亚硝酸盐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之前呢，先用开水把它烫一下。安全第一。对。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水开了，我们先把这个香椿放进来烫一下，时间不用太长。哦。有个几秒钟就可以了。好，哎，好，这个先放在这里冷却。我们呢，趁着这个时候把鸡蛋打碎。这个鸡蛋在这个菜里边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。嗯啊，哎，我来打。好，搅拌均匀。把这个鸡蛋里面呢，调一点点料酒，去下腥味儿。好，现在呢，把那个锅哎重新烧热。烧热，嗯。放多少？您倒我来看着。好。好，可以了。好。一下锅。对，做这个菜呢，还真要把这个油啊，在锅壁上稍微转一转。到七八成热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鸡蛋倒进来。趁着它没有完全凝固，关小火。关小火。把这个银鱼码进来。咱们呀，一小张一小张的给它摊，要不然呢，这弄太多了呀，一下也翻不过来。一会儿。香椿。香椿。接下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高难度动作。对呀、啊、高难度的动作留给您来做啊，肯定很有挑战性嘛。给他翻过来哈。对呀、啊、刚刚咱不跟人已经吹过牛了吗？是啊，这真不是吹牛，这经常在家翻，不过在这个镜头前翻我还是第一次。好，码放了。嗯，码放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火呀、啊、开中火。对，好，要开大一点。嗯，然后把刚刚剩下的这一半蛋液呢、哦、再倒在上面。两面啊、嗯、对。嘿，好，这个技术活来了。咱们这样，掌声有请我的师傅铁钢给咱们看。来来来来，好好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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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五一道欢乐道美食道，天天饮食精选七种秘密武器，让您五一期间亲自下厨房体验劳动的快乐。家常的牛肉兔肉有哪些新做法？珍贵的鳕鱼银鱼烹饪有何秘籍？怎样巧做鲜虾黄鳝西洋菜？天天饮食特别节目五月一日至七日中央一套16:02，敬请期待。对，对准了啊，精彩时刻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师傅啊。刚才已经翻了一面，那么那一面的鸡蛋呢，我们要再煎个30秒就差不多了，一定记住用中火，用大火呢它就会糊掉了。这个成色正好。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收火，我们关火，把它呢放到案板上，改改刀啊。这个时候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啊，我们呢把它给切成条，码到这个盘子里面。哦，稍等，我们来调一下汁儿。还得点火吗？嗯，对，还得点火。点火可以了。哎，行，好。趁着这个油呢不是特别热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辣椒酱呢放进来。哦，煸炒一下。对，把这个油呢稍微炒出那个红颜色之后，哦，倒入这个葱姜蒜末。啊，来淋入酱油。好，这酱油一淋，这味儿就出来了。盐。好。嘿，再加入一点水。怎么样？基本上就离成功不远了。这个还可以。哎，稍微把它煮开之后呢，就淋入一些水淀粉。看着漂亮啊！你看着漂亮，汤汁越来越浓了。再加入一勺香油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哎，轻轻的啊，淋在这上面，不要太多。锅烧香椿银鱼一大碟儿，来，尝这个，这个没想到，原来是两层蛋皮夹着银鱼和香椿这样的一种做法，没想到还用这种调汁去淋，哎，真的是没有想到。那还有什么他们没想到的？您尝尝，尝尝，先尝尝再说。对，您说句话，你就说但是吧，但是有意啊，如果加少许的料酒跟热水再烹一下，更滑嫩。哎，总而言之，基本上成功啊！咱们是阳春三月，春天的祝福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。哎，我也得尝一句，哎，我得这个，咱们明天再见。